喺香港，唔少人都中意欧美风打扮，有人称呼呢种华人外表加欧美风嘅打扮做艺 A B C。其实唔止九一分界加简约衣着，化埋呢个妆先叫一个 total look。化妆师 Megan 早前就去咗2016年纽约秋冬时装周，帮唔少嘅天桥模特儿化妆。今次一于请教下佢，要变身 A B C 要点化先好啦。其实艺 A B C 嘅妆咧，眉同埋唇都系重点嚟嘅。咁我哋见到一啲欧美嘅妆容咧，其实比较硬净啦，同埋轮廓都比较深啲嘅。其眉咧，我哋会画得戚啲啦，同埋起角啦，甚至乎我哋会 sharp 啲嘅个眉。我哋个眉用翻唔好咁实黑色啊，用一啲浅啡色啊。如果我哋化一个外国人嘅妆咧，咁我哋偏圆少少，就个唇山就唔好咁起角，就会望落 sexy 啲啊。我哋个嘴咧就唔好用咁深红色啊，望落去嗰个感觉都唔会话太老嘅。欧美妆容着重修容，但系一唔小心就会化到一笪笪。究竟点先唔会出事呢？咁胭脂方面咧，通常咧佢哋做埋一个修容嘅动作咧，就通常都系打斜画嘅。胭脂方面咧，咁我哋可以先落咗一个浅色先，跟住后屘就喺呢一个位置度咧，加强佢呢一个深色嘅效果咧。亚洲人如果化艺 A B C 妆咧，大家都会可能会惊嗰个轮廓打得太深会老咗啦。咁其实我哋可能喺呢一方面减翻轻手啲啊，望落去嗰个感觉都唔会话太老嘅。